你见过这座城市的夜晚吗？晚上十点，224路公交车准时从杭州火车东站发车。北临杭州，绿色出行，欢迎乘坐开往火车东站西方向的224路公交车。从城东到城西，每天晚上来去四趟。每趟差不多用上一个半小时时间。司机姓黄，江西人，有时候他会遇到几个熟面孔，和他打上一声招呼。不过更多的是那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河南濮阳的，这个工资比较，收入比较高嘛，搞过那个拉沙石料的那个车，然后开过饭店，干的挺多的，不过都赔了，看30多万。他说这是自己做代驾司机的第三个月，因为生意失败，只身一人来到杭州打拼，妻子在江苏打工，留下三个儿女在老家由老人带着。隔几天我就体检一次，体检了以后就转给我老婆，攒够1000多就体检，攒够1000就体检，我留个几十块钱、百十块钱就行了。我一定的目标就是400，然后做不完就不想回去。有压力才有动力啊。我干的最久的是2白天1晚上没睡觉。打工嘛，就得看别人的脸色，脾气不好的客户们也有，骂骂也正常，但是他骂我们，我们只能微笑给他笑容，他骂骂就不骂了。坚强肯定要坚强了，后面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就是挣多少我还多少，我挣10000我就还10000，因为还一点心里面会舒服一点，这个账压得也喘不来气，太多了。这是我儿子，还不会跑。这是我大女儿，这是我大女儿。压抑。主要是还是比较想他们。出来嘛，没办法，只能挣钱嘛。你挣不到钱，早点还完，早点能见到他们。哎，你好，一代驾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老板，您在哪个位置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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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哎，好，再见，老板。下车啊。
挂了。你再问一下。看两趟回来之后就开始，然后运动一下，哎，他又缓解一下精神压力，特别是开车的时候也犯困了，这就随便练一下子也提神。像你们开车的不断的干啥，那脂肪都堆积下，都长肉一样。这是黄师傅开深夜公交的第六个年头。年轻时的他做过海军，白天睡觉，晚上开车，日夜颠倒，是他现在的日常。老婆在家，她主内我主外嘛，然后每个月大概寄钱那个寄4000块钱回家。哎，我们打算留在杭州，干到退休回家。大概还要干12年，为了赚钱而赚钱，还是如果是为了赚钱，退休了你真的来到杭州也没什么了。退休我们也旅旅游啊，是不是？到游山玩水逛一逛了，是不是？该年轻的时候干的，到老了该也享受一下人生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时间，这个城市，有多少个他们？正在拼尽全力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是读完高中之后，然后家条件不太好，然后辍学了，就出来工作。94年的他去瞒着爸妈背井离乡来到杭州。3个月过去了，高中辍学的他一直在宾馆做前台。他们很反对我去外地的，他们就觉得有句老话讲，就是远处飞还不如近处爬。比起忙到半夜才能下班的城市节奏，农村的现实更压得他喘不过气。反正我是不想要那样子的生活，特别是在农村那种地方很现实的，然后他们就会说别人是什么条件，别人可以28岁、30岁结婚，别人一样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，但是你不同，你是一个这样的家庭环境，然后你到这个年龄你不结婚的话，你就以后的话就没那么好找，因为你不是城市里面的人。其实家庭因素的话都是给我一些负面能量，他们都觉得我是个女孩子，然后学历又不高，能力也不大，就反正就是把我看得很低的那种。但是我觉得我就有真的那么一点一无是处吗？然后我就偏要那样子做，偏要去闯去做，然后就做出一点成绩给他们看。我觉得都是人都一样，我也可以一样，可以在城市里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。杭州的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，家人病危，而他只能买到第二天一早的火车票。他坐上夜班车，绕着这座城市转了一圈又一圈。然后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下车了，然后司机说可以下车了，我说没事，我再坐一圈好了，然后他又把我带了一圈。觉得好温暖呀，突然有个人好像特地为你开了一圈。没有，人就会逃避问题，你有些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件事情，你的意识你会自我保护呀。
现在好，我不想想明天的事情了，我就要去坐车。那路上的人，然后路上的车，你的注意力就被转移掉了。下车前，司机递给他一瓶水。在这样的夜晚，也许陌生人的一瓶水，一句问候，已然是最大的善意和温暖。可以跑了七单，140多，比平常高出很多。每天这样都很好。再过两个小时，这座城市就要醒了。或许生活并未善待每一个人，但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生活。为了所爱的人，为了执着的梦，为了那个不甘于平凡的自己。虽然生活对你百般刁难，谢谢你从未举手投降。世界。